手，到今天他即将要把他最宝贝的女儿交给了他这一世的情人。我相信此刻呢，爸爸心中一定有许多的不舍，但我相信爸爸更多的是给予他们的祝福。要先请我们的一周呢，先给爸爸一个深谢谢爸爸你的信任以及托付，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要接替您的角色，好好的照顾妍轩，疼爱他，保护他，请爸爸放1200万的心。在这边，我相信爸爸呢也有一些祝福要献给我们小两口，但是爸爸比较害羞，这边我就请我们的妍轩呢给爸爸一个最大最温暖的拥抱。谢谢爸爸，你从小无怨无悔的照顾，从小非常含辛茹苦的把我养育成人。如今我已经嫁为人妇，也成为小宝贝的妈妈，请爸爸绝对要放心，也要祝福爸爸往后的生活呢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的一周先生呢即将要伸出他强而有力的右手。来，我们一周您的右手，爸爸呢今天要把他最宝贝女儿交给你了。虽然爸爸呢讲了几句简单的话，但是呢，爸爸呢要把他的重担、他的责任交给你了。你绝对要好好的照顾着妍轩，好不好？好，非常的棒！我们再次给我们的新郎官一个最热情的掌声，也请我们的爸爸呢跟一周交换你们的人生娇娘哦。在这边，我们给予我们这对新人爸爸妈妈今天呢一周的大事，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南方主婚人黄爸爸以及黄妈妈步上我们的幸福舞台。现场哦，当然最重要的，今天的妈妈呢也非感谢在场的嘉宾朋友们的欣赏。接下来呢，为您送出的秘密，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温暖，微风吹来一弯的爱情，鸟儿的高音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是不是非常
在今天的一周还